起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意义重大。7月1号当天，市民在食、行、买、还方面都有优惠，这些包括免费享用多个康体设施、参观博物馆和展览等。大家也可以免费乘坐电车、轻铁和多条渡轮航线，小童更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港铁路线。全港超过2000家商户及餐厅更会提供各种优惠，方便市民与亲友共聚，共同庆祝特区成立。今天启动的系列活动，就是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今年为庆回归举办的其中一个精彩活动。庆委会今年在维园的活动，以万千气象向看中华为主题，展示祖国的山河壮美。这场文化盛宴除了让大众对祖国的认识，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同时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。最后，我祝愿国家国富民强，香港繁荣稳定，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的庆祝回归活动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今年回归是27周年，我们中国运动香港公司也是服务香港市民也是27年了，是同龄人啊。那个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出呢，能够给到香港市民呢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。